我们可以看到一共有六种，分别是四连音，拿掉两个点，像我上面写这个一是打一二点，然后三四不打，接下来是打三四一二不打，再来是打一跟三二跟四不打，再来是一跟三不打，打二四，再来是打一四二三不打，再来是打二三一四不打。第一个就是打一二三四不打 ，1 2 3 4 想象一下，这个声音是哒哒嗯嗯哒哒哒哒嗯嗯哒哒嗯嗯。就是一二不打，打三四，所以是嗯嗯右左，来喽。想象一下，只打三四，不打一二，嗯嗯哒哒嗯哒哒哒哒哒哒，直接进行下一个，打一三，不打二四。所以这个一跟三都是右手打的，一样听节拍器想象喽。哒哒哒嗯哒嗯哒哒哒哒右，反过来是打二四都是左手，然后一跟三右手不打。先唱一遍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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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一跟四，二三不打，一是右手，二是左手，对不起，一是右手，四是左手，所以听起来是这样子。右嗯嗯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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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跟四不打，打二三，二是左手，三是右手，所以声音应该是这样。嗯左右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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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